高一点点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高等于没高啊。啊，你到这边来看的话，你看它当然是比去年都以前都高，但是它比这个几乎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比起这个，它可能上来的比较早而已。啊，你如果用它以后会下降，到了换手价会下降，它整个的人数可能会跟往年是差不多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只是疫情刚刚开始要出来的时候，你整个你放。你看，用远远的来看这个曲线，我觉得还好，完全没有办法像地图，因为你只看到前面这个线而已。哦，我可以跟你打赌说，我们会比这一年少，对不对？这一年特别多，这是2016年。对，你看它的这个线下面的面积，可能会比这个面积更大。